搬不是这样子，你的车子已经来了。你叫车进来，你总共到现在答对几题？啊，超了，答对几题到现在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不要问，你还不知道。好好，知道知道，是第一，这一排第二排好像都是，哎呦，有点在放空啊。第一排是同一组，第二排不同组。啊，第二排好像都一直在放空啊。我们跟那个歌手同一组办的，小鹿，搬不是这样子，你的车子已经来了。你叫车进来，你总共到现在答对几题？啊，超了，答对几题到现在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不要问，你还不知道。兄弟啊，求答案了。好，一起来看看正确解答，来。有不一样的舞蹈啦，有啦，我们没有投入，因为是浪。没有，他们本来是左一右一，现在变成左二右二，就唱而已。做一点小调整，本来是唱小调整。破解，干嘛丑化我们？我们小调整。好 ，OK， 抢答题哦，只有一人能得分哦。哇！怕举牌要很快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前面很公允的哦，请出题来。陈伟忠，伟忠哥，伟忠哥，好，音乐唱啊，拉雷，不好意思，啊，我输了一下，什么歌？他忘了，爱之闪亮，恭喜阿斗。但至少老公很爱她，对呀，又壮，身材又好，几乎每次都在我们节目里面晒恩爱。对 ，Perry 如此。不要再讲了，没有，他不是讲到你，真的啦，讲到罗夫妻的世界三个字，没有，夫妇的世界。那讲到你在节目里面讲到你罗美玲三个字出来，他眼泪掉下来，真的，那次真的有。对，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家里受到多少的苦。来这边一直在双人合舞，哦，两个，对，都来这边抱别的女人，哎，好，没事，两个人然后跳舞，他跟老公两个人跳舞干嘛？对，小猪嘛哈，好，哎，直到现在，哎，走心了啦，她老公跟小猪那个合跳，没有关系啦。下面一道题也是抢答题，出题。小鹿有了，好来，紫薇，你说紫薇，哪位唱前面的？三 D 小姑娘，什么叫什么？三 D 小姑娘吗？不是，恭喜答错，少杰。那乱情歌，不对，恭喜答错，跟一种饮料有关系啊。对，真的吗？饮料啊，三 D 情歌不是跟饮料有关系啊？饮料有关系啊？小米酒，不是，来试试看，宝丽达，怎么样？宝丽达的歌。不是，宝丽达怎么样？家庆，宝丽达加米酒，宝丽达加米酒。Music， 过来喝一杯，过来过来喝一杯。那路啊，那咿呀那呀嘿，宝丽达
很明显的，来两单，两单啊。哎，年轻人都会，年轻人都会，很多人就少一个字。这就是我们邓紫棋的《来自天堂的魔鬼》。有没有人三格毕业的？好像有。我们谢谢娜娜大师已经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，恭喜淘汰。Why you？ 天使的魔鬼不是哦。你怎么会呢？啊，来自天堂的。我想哭的时刻不出来，你们快点去放歌，我在一开始用掉了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这边跟这个。去做教会跟神父告别，被淘汰了。你是第一个被淘汰的，我的天哪！怎么可能？我淘汰那么多戏，哎，我真的是马赛了，哎，你答错会不会是因为短裤太紧？待会如果有红包题，还是可以抢答吧？可以。好，接着下来我们就来放个红包好了。这个大家经营过钓虾场的朋友就知道，如果都没有人钓到黑呀。我们现在就棒一点黑啊！哦，放虾子时间，我们现在棒黑啊，好不好？拿红包的机会，会唱的就迅速举牌。哦，就刚这一首是吧？啊，这不会，请举牌，来，谁会唱？哎，好，来来。来自天堂的魔鬼。来 ，Aria。Ariel。下来下来。来，请出列。抢红包，抢红包。啊，跟姐姐，好好。啊啊，妹妹。对对对，好，一起。他们双人组的，好，来来。预备。没有在。唱不好好还可以抢吗？我来判断，好吧？对，那如果穿着太像龟山乡公所的特务，我们就不一定要给红包了。乡镇代表。的噩梦，像星星，我却抵不过心动。梦里你是无敌的黑洞，我不会抗拒失重。我的一时自控，脉搏的痛，却被你生命给操控。亲爱的，你是危险的迷宫，我找不到出口。You took my heart away。